天是礼拜一，我现在的状态是史上最可怕的状态，就是有了一种超级难看的卷发，加上痘痘。然后等一下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要去公司试一下衣服，然后试完衣服之后我就要去做指甲了，我要去把这指甲换掉了。再给大家一个最后一次的观看，因为好多人问这个指甲，可是我觉得太珍珠美人鱼了，对，所以我想换一点比较有那种气质 classic 一点。再给大家看一次我今天的 OPPO TD 长这个样子，而且现在外面在问那个万安演习，所以我刚才就把车就赶快临停在路边，赶快冲进公司，不然等一下哪里都问去。然后现在就先来公司试衣服这样子。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那个声音？就现在刚才手机已经发讯通知，就是人啊车子啊都不能停。像警察在那边指挥。今天是礼拜三，然后我昨天就是没有录那个 vlog， 主要是因为就觉得在家里，然后就是真的在忙工作的事情，所以我就暂停了一天。因为我想说我接下来三天都会在上海，所以我觉得会有非常多精彩的内容，所以干脆就把这一期的内容多集中在这三天。那因为我现在就是没有化妆，所以我不想讲太多话，所以我等一下到了那个上海之后再给大家拍一些更多的画面这样子。那我们就上海见。这是要给我的，是不是？是的。OK， 那我就想用咯。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小卡片。OK， 谢谢。怎么样？你的房间还好吗？非常好，我现在在打扮，我就想要好看一点。可以偷看一下吗？可以啊，可以。而且这太阳眼镜也太可爱了吧？是不是？怎么可爱啊？好可爱！明天要戴上这个跟我们一起参加。哇！欢迎欢迎！他们送来这个。Soft Blur Foundation， Oh my god！ 我都没有看到哎，你刚刚没转，你在正面看不出来，太黑了外面。还好他们后来多加了15分钟，我才擦到化妆水而已。OK， 我头发都已经掉下来了。OK， not cute。OK， 我现在要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小卡。这是亲手写的耶。写亲爱的 Selina， 一起与 Benefit 踏上最欢乐的上海行。 Benefit 相信女生爱化妆除了要给自己更多自信之外，更是让自己 happy 的最好方法。
然后邀请你体验 Hello Happy 娇柔防晒粉底液，让你在现实生活就可以拥有套上 IG 滤镜般的柔雾肌肤。我这次来之前就跟大家说他们这次上市的新产品，我没有告诉大家是什么，可是我说是一个我非常有兴趣，大家应该知道我不是口就是唇彩控就是粉底控，所以这次他们上市的就是这个粉底，那当然不是这么大罐了，好吧，这个都比我脸还大了。然后是长这样子 Benefit Hello Happy Soft Blur Foundation， 好兴奋哦。可是因为我现在有点来不及，因为我们等一下去吃饭，那我想说我现在假如开箱的话会有点来不及，所以我打算我应该会是明天才会来正式使用一下。对，然后这边有一些啊，好酷哦，它总共有十个颜色，然后6月20号会在台湾的各大专柜都会上市，好可爱哦。那这个是什么啊？他送了一个眼，我刚才在说他的眼镜好可爱哦，刚才那个 Benefit 的公关啊，好可爱哦，是不是？但是我现在素颜，我不太敢弄到我脸上，因为我刚洗好脸啊，好可爱哦。有一个就是化妆的这个彩妆蛋 ，Hello Happy， 然后 By Benefit， 是不是超可爱的？而且它是粉红色的，而且还有一个切面，这样子 Hello Happy， 然后我的色号呢是2号，希望是我的颜色。我晚上回来再来试试看，因为我现在要出门，我怕万一就是色号不太对的话，它就是啊，好可爱哦，长这样子。很俏皮，我觉得跟他们家之前设计不太一样，其实我还蛮压抑的，那个时候就是一开始看到宣传广告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就是这边还会再放上其他东西，结果不是，就是一个笑脸，然后它也是很轻包装，就很适合旅行。好，我是二号色，我回来再给大家试。然后他刚才给我一个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他说是可以给你化妆用啊，我好缺化妆包啊，天啊，哇啊，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他们家那个蒲公英系列的那个夹彩我都非常喜欢，但我个人最喜欢的颜色是这个粉红色，这个颜色真的是神等级的美，这个颜色好漂亮哦，这个颜色我有看到，可是我没有，因为这好像是比较新一点的，我当初买的那个五六个 Benefit 的颜色中好像没有这一款。再来是他们家这个，这个我也喜欢，就是他们家的眉彩非常有名，然后这个是比较细的那一款，就是它有一个粗的跟细，我这次带来的是粗款，这个是毛孔隐形露，好啦，就完成了这个小箱。好，我现在要继续打扮，然后等一下再跟大家聊天。好的，我刚才有点打扮得太久，也不是啦，就是我现在只剩2分钟就要到 lobby 了，我在39楼，应该还有一下子。这是我今天晚上的打扮，而且听说我们要去吃米其林三星。Oh my god， 非常的有诚意，就是尽可能的期间刚才那么凌乱的飞机装打扮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Tiffany， 在走路的 Meg， 还有很漂亮哦，橘色头发的 Danny， 是的，好新奇。哎，后面那个被树挡住，就是我东方你吗？东方明珠加 Meg， 我也是东方明珠，两个东方明珠。
漂亮的啦，美景配美女，自己说自己，谢谢，哦，谢谢你，哦，是我吗？哦，谢谢，谢谢，谢谢，好闹啊你，哦，谢谢你，谢谢你，好烦，那旁边人想说这两个女的疯子一个。好的，我回到饭店了，哇，真的是好漂亮哦，有一种很难得可以住在这么高空的感觉。我们明天再见吧，我要梳洗睡觉喽。大家早安，这是一套不知道在干嘛的睡衣。虽然我昨天是穿睡袍睡觉，但是我就特地带了一个那种饭店吃早餐的那种衣服。好，去吃早餐。终于好像成功的那个，就是那种韩系波浪卷，虽然中间可能还是有一点点不太成功，但是 at least 看上去是漂亮。然后就是我今天的洋装。
出来了，记得喷出来了，然后我等一下喷。我现在很紧张，我觉得会在。哇，对不对？哇，好好吃啊！它那个汤汁好好吃哦。就是它皮是很脆，因为在台湾没有找到任何一个生煎包，即便是给大家看，讲说是上海料理的生煎包，也不会是这种脆的。然后它厚，可是它不会太，就是抢那个肉的戏份，而且它的那个肉非常鲜。哦，它煎的真的很棒。你觉得很值得吧？就是炒的才十二公分。哎呀，一个好吃的脸。一个好吃的脸。好好吃，我觉得不要沾酱，它连皮都是 juicy， 有点小芝麻，那脸有个小芝麻，没有，这是不用，我们嘴巴边边有个小芝麻，它喷半边脸，而且很烫，我真的觉得我会烫伤，真的会，有可能，哦，又喷出来。好啦，我非常狼狈的回到了台北，然后刚才就是直接就是反正就是商场弄完了，然后买完东西，然后就直接赶上飞机，然后就是真的刚刚好，就是差不多登机时间了。所以这一期的 vlog 就到这边结束喽。假如你还没看上一期的话呢，也记得点过去看。那假如还没订我频道朋友呢，请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也记得 like 这个 video。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拜拜。If you're happy, you know it, if you're